所以台长也是很高兴，时间过得也很快，我要留点时间啊给你们看图腾的，因为很多今天很多人等着都看图腾了，过世的亡人啦、自己的前途啦、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啦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们身上不管长在哪里，台长都看得见。你告诉我，我告诉你，你就告诉我，你就告诉我你的出生和你的那个属性，我就马上可以把你毛病都可以看出来啊。大家好好的修，好好的学。台长呢，今天呢，借着观世音菩萨的那个佛言佛语，就是也祝大家啊那个新年愉快，身体健康，希望大家越来越好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有两个人呢，给大家也是谈感想发言。那么两个人之后呢，台长马上就上来，很快的几分钟时间，台长就上来当场给大家看图。